吉林的一大早啊，就开始下暴雨，还好我们吃完早饭了，现在准备出发延吉。延吉，我们来了，看见前面的云了吗？不知道拍的清不清，非常美啊。刚才看的景色非常美，所以我们就下高速了，特别特别凉爽。这是冷。路上的风景很美，又一次远走高飞，陪伴我许久的行李箱会不会觉得累？就为了这几块云才下高速了。这边山上半全是云。对，不是的，再堵一会儿云都散没了。是这个服务区的口不太好，这 ATC 也不太好用，进来的时候有信息，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信息。哎，上车赶路，接着去延吉。前面有一个小秃秃。我现在到了黄泥河服务区。这边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这边现在气温18度，比较冷，穿短衣短裤比较冷。冷是吧？18度。这边晴天，这边阴天。看前面服务区写的都有韩国字了，也可能是朝鲜字吧，反正是这个文字。服务中遇暴雨啊，太大了，这雨下的。前方进入延吉新收费站。终于到了延吉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狂风暴雨。延吉天多好，延吉这边空气真好，天也蓝。延吉还是不错的，逛一下吧，我们先找一家饭包吃个饭包尝一下，看看好不好。到了延吉感觉到了韩国一样，连银行都是比较韩国制。走了10分钟，在太阳暴晒下终于找到这个袁奶奶了，找到奶奶了，没有人，还挺好。上炕受不了啊。有机蔬菜、无农药、无化肥。猪肉呗。肘子和五花肉，要哪个？拼大吧。这个。这啥？这树叶豆干啊。行。行。先来一个，行。要一个。这是连锁店吗？没听懂。汉字话不会。汉字话不会。来点米酒。米酒，嗯，甜的那个呗。来一份呗。来，就这个是民俗包饭，五辣鸡爪，玉米，月牙骨饭团啊。到延吉来啊，这第一项啊，就必须得喝那米酒。延吉的米酒特别好喝，在其他地方都喝不到，其他地方可能上时间长了可能发酸，这个地方的味道就比较不错。尝尝那米酒。好喝吗？这个是糯米酒吧，还是大米酒？糯米酒是吧？咱以前喝的是玉米酒。这盆儿啊必须得放在冷藏里面啊，它是冻的。这个对，而且酒也是非常冻，这也是非常冻，配合一起口感非常好。大拼来了。不错，大拼来了。大拼盘，这三配一个点拿。这锅帮忙，这锅拿着了。这锅啊，这锅啊，这还要坐上呗。两个都要吗？一个点啊。这个点上完一会儿把肉放上，应该是
好像跟火锅也差不少吧，一人一个呗，是吧？嗯，这吃的还挺讲究。这是 kimchi， kimchi， 酱也是一人一个，这个都是一人一个。这是五花和肘子双拼啊，这就是那豆腐、鹌鹑蛋什么。酱牛肉。酱牛肉。豆腐、柿子叶。啊，看着都不错啊。这里还有酱牛肉吗？嗯，酱牛肉。哎，别吃。烧手，光顾着拍照了，你看，都烧手了，不知道。吃饭呢，不都照相呢？这一个套餐三人份，嗯，带三个饭。不用拿过来，饭咱就一起包。但我感觉应该就够了，还有菜。你要咱要一个饭，估计吃不了。你看看这饭，好像跟吉林饭差不少。嗯。那你给我整水给你，哎呀。赠送啊！是啊，三个人一个没给我赠送。这个菜的味道，就感觉好像那个饼干呢，好像放时间长的味道。嗯，就这个鹌鹑蛋没有这个味道，这个肉和那豆腐块好像都有那种味道。我们的菜马上要上齐了，现在还差一个鲅鱼的萝卜吧，好像。我现在拿了一个萝卜叶，准备开始包饭。老板，给点饭。吃点饭吗？嗯。多给点。嗯。再给点肉酱，怎么弄？要五花肉还是要？随便吧。虽然我是贾回民，但是我这必须要体验一下。好多年没吃这么大块肉了。就是弄点酱的，再弄一半蒜是吧？还有辣椒，这就是跟那个包烤肉不一回事吗？这就下饭了呗，啊，再来一个呗。什么？对，辣白菜。萝卜条也行。嗯，好嘞，那个帮忙那个包一下呗。用我帮你吃不？哎呀，这一大口有点大吧？这个，这么大吗？这一口下不去吧？咬两口呗。这么大，还整，嗯，一口放不进去，太大了，嗯，不过味道可以啊，嗯，必须香，嗯，再分享一下。就味道不错，非常成功。还没吃到嘴呢，一路不辛苦，旅行快乐。旅途刚刚开始。对，刚刚开始。但愿每天都有一个好天气吧，也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。好了，吃饭了。嗯。海带包饭，刚刚包了，这就太快了，什么都没包，干掉了。刚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腥，这是蒜，辣椒，肉不腻，对，对，主要是肉不腻，因为我都能吃，不错。还行啊，没剩多少，买单走人吧。支付宝收款263元。263。这顿饭消费了263，还剩了不少，量也不小。其实，好了，现在吃到这样吧，实在吃不动了。这儿就是东方水上市场，看饿了。这家那个明月汤饭馆，这家汤饭特别好吃。我们明天早餐来这里吃一下。现在是晚上8点，店铺已经都关了。明天早上这里会非常热闹。